对我来说，创意就是我们是谁，我们想成为谁的一种重新的定义。这五堂课呢，我希望可以带大家一起去探索，就是创意对我们生活、工作各方面的改变。所以我希望能够透过观察跟诠释的方式去找到自己的创意。那课程最大特色是，我们会走出成品教室，直接去一个地方做观察，然后讨论，找出彼此每个人都有他的创意的能力的一些方向。其实我觉得创意是可以回到每一个人的生活之中的，它可以跟我们自己个人发生很深刻的关系，而且可以帮我们的生活或者是工作个人带来很大的改变。我想从这个角度去寻找创意的各种可能。